那我们今天来拍个主题，那主题就是新旧项链大选择。新旧项链，你要哪一个？选一个。你说 hello？ 哦 hello， 来，大家有没有发现奈奈的胸前这是什么吗？这是什么？这是旧的项链。旧的项链怎么会出现呢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找到了。在哪里找到呢？来，我跟大家说在哪里找到的，好不好？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，我们在一月份的时候呢，我买一条新的项链给奈奈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那时候呢，旧的坠子呢被睡宝用不见的，最后是在两盆猫砂盆的这个中间。那我们今天来拍个主题，那主题就是新旧项链大选择。新旧项链，你要哪一个？选一个。哪一个？好，你要旧项链，真的假的？新旧项链，你要哪一个？来选一个。哪一个？你要这个哦？真的吗？是哦。那我们最后一次，再一次哦。来选一个。哦，你喜欢，你真的是选旧项链呢。那新的怎么办？新的我们就留着轮流戴，好不好？好哦，新项链要把你收起来了哦。啊，收起来了，收起来了。